好消息，好消息，送鼠粮啦！这是咱们家的贝贝新鼠粮，今天给粉丝宝宝直接送试吃装，只要是咱们家粉丝，全部直接送到家。60多种原材料，好吃看得见，一大包450克，能吃一个半月。正装只要29.9米，特别的划算，每次都是现配现发，准备了100份试吃装送完为止。今天给家里的崽全家配粮，让你们看看咱们家粮食的适口性到底有多好吃。冬天崽崽要长肉肉对抗严冬，我里面加了鸡肉冻干、鸭肉冻干，还有蚕蛹面包虫蛋黄冻干，吃着嘎嘎的长肉，再也不用担心家里的鼠鼠挑食不长肉啦。这个配方这个比例，咱们家崽已经试吃了半个多月了，百来个崽崽都有试吃过，但是为了得到更真实更多的反馈，我想让更多的崽崽们一起试吃。选择一款好的鼠粮，真的家长少操心。来一个无糖的爱心小泡芙，给崽崽偶尔吃一些小零食，心情真的是加倍的开心呀。再来一个大大的磨牙小草莓，鼠鼠磨牙是非常有必要的。鱼油我是一个月吃一颗，今天又到了吃鱼油的时间了。崽崽基本上是非常排斥鱼油的，每次我都是给它混在粮里吃的。还有这个美美草莓桑葚，你们快看，真的有桑葚叶。小的时候桑葚真的有好多，每一次吃完嘴上都是红红的，现在在城里真的都见不到了，好怀念小的时候啊。粮食已经配好了，赶紧给崽崽吃，咱们家的鼠粮刚睁眼的小幼崽都能吃，而且吃得特别欢快。